龙虾。早上一起来，风暴马上就过来。难搞哦，这个风暴都没过去，它就出条彩虹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泡面已经泡好，就等他们下来吃了。他们还没睡醒啊，等他们睡觉起来再吃，我就先吃了，我也等不了了，我也肚子饿了的，难搞哦。喂，风暴来了，难搞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表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表他哥啊。那个风暴刚过啊，现在雨刚停，但是这个风还是挺大的。打鱼这块的呢，就先不打鱼了，下去还是敲点鲍鱼回下板这块的。昨天敲那几十斤鲍鱼还没回板呢，这块的哦。准备下水，敢死队下水，这个浪超级牛逼。彪，我又来了吗？开了吗？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龙虾哦，龙虾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能跟它一咬咬的哦，你必须要温柔对待啊。啊，龙虾。你看我豹哥在下面这里敲鲍鱼，性不性感，可不可爱？你看了，你看那螺丝刀哎，好专业的样子，看上去啊、哦。哎呦，现在发现一个这个牛眼螺啊，非常的大个，哎，两三斤一个的。这有个深水鲍哦，这个深水鲍也是非常大个，应该有个两九幺这块的啊、哦。你看了。哎呦，你给我也没有用，你给我晚上的话，我也不赔你的这块的哦。这个小鲍鱼，三四两一个。你看，我又发现一个，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哦。这个应该也有二三两左右。这些大的一般都是深水鲍，那些杂色鲍的话，这么深没有了。你们看哦，这个浪是非常的大的呀。感觉是拿生命在敲鲍鱼一样的这一块的哦，这一块又一个塔罗这一块的，哎，一个小鲍鱼，一个大牛眼螺啊，这个牛眼螺是非常好吃的，又有非常的大一块的啊。现在我又慢悠悠的，不知道来到哪里哦，又发现一个小鲍鱼在这里哦，也藏得非常的隐秘啊。又白白嫩嫩的、那个营养价值就非常高的、这个是海胆、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要搞那些海胆，因为那个鲍鱼都喜欢在那个海胆下面那里、有时候看不见它的这块的，你看又一个了这块了、这个也有二三两的一块哦，有量哦、你看这里又一个，你看一螺丝刀多专业，咻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好了，这一块了，我就不解说这么多了啊。你们就慢慢看了。深水吧，这个在九米五。我就拍个小音乐，给你们慢慢享受，慢慢享受这种。敲鲍鱼的乐趣吧，哦，这块的。
视频就先到这里了哦，这块吧。看了，钓了一大袋鲍鱼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